4月13號 Easter Monday 嘅鱷魚潭，咁我唔知琴日咧，大家有冇安坐家中或者喺户外又好，邊一處嘅地方都好，梗係就唔會用經過電視台去睇呢一個嘅 Sam 虛嘅演唱會，大家一定會用手機啊或者係互聯網啊睇下許冠傑先生嘅呢一個嘅免費嘅網上演唱會啦。咁啊，我又有幸咧就睇咗當中裏邊嘅10-20分鐘，咁啊欣賞翻一啲啊佢耳熟能詳嘅一啲嘅舊歌。咁啊，當然啦，琴日啊依一樣嘢就除咗大家嚇就係俾依一個嘅林病月娥出嚟抽水啊，佢獻上佢嘅死亡之吻，無咎離頭喺演唱會出街之前冇幾耐咧，就喺佢嘅個人嘅 Facebook 專頁裏邊咧就登咗一張嘅舊相。咁啊，依一張相裏邊除咗阿 Sam 之外咧，就有林鄭啊，同埋一啲嘅屌你咁樣閪節嘅藝人，包括依一個鄺美雲啊，屌你老母譚詠麟啊，依咁嘅撚屌撐男嘅冚家產。咁啊，大家好撚明顯咧就會針對啦，喂，究竟突然之間林鄭出依一張相？出嚟有冇一啲嘅居心喺裏邊咧？咁啊嗱，老老柒柒，如果林病係佢一個嘅小粉絲係嘛，跟撚住出嚟話啊，我希望一間可以咧就安坐家中啊，睇一個好撚有意義嘅網上演唱會，純粹咁一個 message 咧，我大家咧都唔會覺得有任何嘅屌你老尾係啊背後有其他嘅 objective 嘅。但係佢咁嘅 high post 當然就出撚咗什麼嘅同舟共濟啊，同埋擺撚埋好撚多依啲嘅屌你咩撐男嘅人落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個世代，而家個網上面嘅嘢就是叫撚到淘大山抽，就乜撚嘢咧？就係屌你老尾，就係任何嘅嘢張圖就有咁撚大，得咁撚大，就最緊要打多圖少字啊，文字就唔撚睇。睇張圖咧就即刻有 direct connotation， 咁你話佢依一個 pose 啊，屌你老母！大家有冇覺得即刻就覺得好似林鄭去現場幫阿 Sam 打氣咁啊，即係將阿 Sam 就扣撚咗帽子，變撚咗撐建制嚇藍色嘅屌你老母嘅一個嘅藝人啦，咁啊再加上埋咧就是踢撚咗阿 Sam 嘅同舟共濟嘅歌詞落去裏邊，咁大家都以為咧，屌你老尾，變相咧就係阿 Sam 就係咧喺幕後咧就支持依一個嘅林鄭，幫依一個嘅政府去維穩。你話呢個林病月娥心腸幾撚惡毒呢？亦都係因為一個臭閪嘅依一個嘅死亡之吻令到咧，琴日依個 Sam 虛嘅網上演唱會咧，據稱咧都有好多嘅年輕人或者有啲嘅網友，實在年輕人太衝動啦，唔撚清楚背後依一個嘅動機，或者係冇即刻去仔細睇翻依張相，原來一張陳年嘅舊相，就發起依一個嘅杯葛，或者亦都有好撚多嘅惡言相向攻擊阿 Sam。咁我依家先講依一樣嘢。我先同大家分析，究竟林病月娥依個臭閪會唔撚會係一個 Sam 虛嘅忠實嘅歌迷先？大家都會知撚到啦，阿 Sam 係一個廣大嘅畢業生，以前亦都住過依個嘅 Richie Hall。咁啊，林病亦都係一屌你老尾，又一個廣大嘅畢業生。咁啊，當然佢係阿 Sam 嘅師妹啦。但係如果你睇翻依一紮屌你老母冚家產八達通唔撚識得用，廁紙唔撚知去邊撚度買嘅依啲嘅離地嘅政府官員。當年佢哋究竟會唔會聽阿 Sam 嘅歌呢？我就會覺得咧，佢哋班咁嘅冚家產可能會聽多啲咁嘅 Carpenter 啊、Peter Paul and Mary 啊、Beatles 啊，我斷估佢都唔撚會夠膽聽 Queen 啊！屌你老尾係嘛？啲咁樣斯文啊、自以為清高嘅冚家產藍血人，咁啊聽廣東歌咧，可能就未必係咁撚嚇，係佢杯茶啦。所以我哋都可以夠膽死斷定林病月娥絕對唔會係阿 Sam 嘅 fans， 因為佢完全唔會明白到佛跳牆點解咁鬼香嚇，同埋依一個咪當我老襯邊個係天才，林鄭就係白痴，咁啊依啲嘅歌詞咁撚低俗咁撚鬼馬，佢哋依啲嘅所謂嘅社會精英又點會不切不笑去聽一聽啦？咁好啊，睇翻翻轉頭。既然林病絕對唔撚係阿 Sam 嘅依個嘅忠實嘅 fans， 我老惡都喺度夠膽死，屌你老尾開下一個嘅盤口。如果你林鄭係阿 Sam 嘅 fans， 我唔介意拎我條賓州出嚟網上直播，公開打舞，做條假撚俾你做，屌你老尾性玩具去發泄，屌你老尾你嘅抑壓咗咁撚耐嘅性慾，我就倒鳩你一定唔撚係。咁依一個嘅死亡之吻同埋依一個 post 出嚟抽水咧，就是、非常之咧心腸就惡毒啦，就屌你老。冇就間硬就擁撚咗阿歌神出嚟咧，就係屌你老尾幫呢個政府維穩，所以亦都係有好撚多噶，唔係咁清醒或者係頭腦唔夠咁靈光嘅呢個老友記咧，就中撚咗佢嘅伏啦。
我個人咧就絕對係阿 Sam 嘅一個嘅忠實嘅 fans。據我阿媽講翻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只要咧係一播電視機播蓮花樂隊同埋阿 Sam 嘅歌曲，就算我係扭緊計咧，我都係定定地咧坐喺度聽佢聽唱歌嘅。我僆仔嗰陣時已經睇佢嘅《鬼馬雙星》同埋阿 Sam 每一套嘅電影啊，啊依一個嘅《天才與白痴》啊，屌你老尾《半斤八兩》啊，《魔神保鏢》啊，全撚部我都有睇。我個人認為點解佢叫做歌神咧？佢絕對係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本土主義嘅一位嘅香港嘅啊，好具有影響力嘅，或者係劃時代創造一個廣東歌時代嘅能者嚟嘅。大家去睇佢用嘅歌詞嚇，深入淺出。當中裏面有很多的人生的道理，當中裏面也跟黎比德先生合作寫過無數這些脍炙人口耳熟能詳諷刺時弊一些反映當代社會現象的一些歌詞出到來，絕對就是將廣東歌呢經一個斯文靚仔大方親善開朗闊達的大學生帶撚咗上大台，大家就唔會覺得以前嗰啲咩撚嘢揸架十四座就好撚折墮，或者係歌仔靚啊，屌你老尾啊，擔翻口大雪茄，依啲嘅廣東歌咧，俾人哋嘅感覺啊，靚同埋啊俗氣嚇，同埋上唔撚到大台，正正就係歌神許冠傑就將依一個廣東歌嘅文化重新注入時代感，重新注入咗一個嘅本土氣息，重新變撚咗一個係關於你同我之間嘅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嘅一個嘅象徵，令到我哋。在八九十年代我們的廣東歌在東南亞裏面佔做一個的席位，當然它在這一方面裏面的功勞功不可沒。如果你說 Sam 是不是本土主義的呢，我都不知道找哪一個是真的本土主義了。很多的老友記都會說究竟 Sam 這個 show 是不是你維穩 show 啊，我個人認為呢，我相信鄭丹瑞所說的這個演唱會的初衷只有三樣東西，他是一個非常之念舊的一個嘅歌手嚇，佢屌到尾就係，如果唔撚係因為 Tom Lee 通理琴行嘅 Engineering Department 而家因為冇撚曬 show 嚇，疫情嘅影響啊，或者係咁撚多嘅演唱會被 cancel 冇撚得撈之外，佢幫班老友記救手足嚇，即係可以係籌下錢。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就係見撚到香港人喺一個疫情啊，或者係咁撚多麻煩嘢啊，頭暈身興嘅社會嘅負面嘅消息之下，希望可以唱下歌，幫下香港人打下氣 ，cheer up 啊大家。咁同時之間，你都知道廣東話係聯合國認可嘅世界六大語言之一，成個地球村裏面當然有好撚多人係中意聽廣東歌啦。咁既然係咁樣樣，好撚多嘅嚇講廣東話嘅老友記喺世界各地裏面都飽受依一個嘅中國武漢肺炎嘅疫情影響，屈撚咗喺屋企裏面，分分鐘就屌你老母，每一日就同老婆啊或者同老公啊嘈交，一係就對撚住個膝頭窿就屌你咪頂心慘咁頂撚住，咁咪最好就係唱下歌幫大家消消氣解下悶嚇，同埋懷念翻好撚多舊一啲嘅香港。嘅情懷出翻翻嚟，咁我唔會覺得佢依一鑊嘢係佢係幫一啲嘅屌你老尾政府維穩啊各方面嘅嘢。以我熟悉嘅許冠傑同佢作品之中，都唔多唔少睇撚到佢一啲嘅做人嘅一啲嘅睇法，特別係一首歌佢送俾我嘅偶像張國榮先生嘅叫做《沉默是金》，已經講撚得出佢係唔撚中意係多講嘢嘅人。咁既然唔撚係多講嘢嘅，未必一定係常常都要表態，唔撚表態代唔撚，亦都唔撚代表佢係撐建制。咁大家就會變撚咗喺依一個嘅情況之下，一個人唔撚出嚟表態，可能係佢有一啲嚇佢自己嘅個人嘅因由，但係亦都係代表之間嚇唔出嚟講嘢係咪一個死罪呢？咁我都好想大家諗諗依一樣嘢。大家就好撚容易俾眼前見撚到嘅嘢就影響到。舉另一個藝人嚟講，周潤發先生。周潤發由頭到尾亦都冇講過一句屌你老尾支持社會運動啊，嚇撐王啊，嚇撐手足嘅一個嘅説話。只不過佢行山好撚聰明地，中意著黑色衫，啊屌你老尾笠撚咗個黑口罩，戴頂黑 cap 帽，大家就屌你老尾佢唔出聲，你都當撚咗佢係撐手足啦。咁同一樣都係藝人嚟嘅，點解大家要對阿 Sam 虛？兩個都係冇撚發聲。係咁撚 hush 咧，咁大家亦都好撚嚇認真去諗一諗依一樣嘢。咁啊，至於屌你老尾嚇，你就會話啦，屌你老尾，依啲係上一代嘅藝人嚇，喺香港嘅依一個嘅經濟蓬勃啊，港英時期嘅時期。
屌你老母，立撚曬咁撚多嘅資源，攞撚咗咁撚多彩，賺撚咗好撚多錢，而家應該係咪誒？屌你老母，要明白一下而家你嘅年輕人啊，佢心思然行為係諗緊啲咩嘅嘢咧？咁我可以都好老實同大家講緊咗，就算佢撚只歌咩撚嘢同周共濟，有啲乜撚嘢外國護照嚇，唔撚想去做第做二等公民，係咪代表嚇？屌你老母，而家可能係唔係？好啱大家去聽，但係如果我有一個外國護照俾你，你係咪嗱嗱臨都想走呢？係嘛？你係咪即刻嗱嗱臨想去屌你老尾？就算係毛里求斯同埋馬特加斯加，你就算做四等公民，你都即刻去做呢？一個人佢喺個活喺一個大家唔同嘅年代，大家有唔同嘅經歷。好老實話俾大家聽，五六十年代出世嘅人，當然佢哋就喺英國殖民地奶水長大，隨住個社會經濟蓬勃，得到好撚多嘅好處。咁佢嘅嚇出身、佢嘅成長、佢嘅成就，唔多唔少受到大時代嘅影響，並唔撚係屌你尾後好撚多嘅情況係個人裏邊係真真正嘅個人嘅嚇得著啊，個人嘅能力啊令到發達。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咁 Sam 虛絕對唔撚係譚詠麟 ，Sam 虛絕對唔撚係陳百祥 ，Sam 虛更加絕對唔會係呢個 super 嘅掌門人。呢啲同時之間喺一個社會發達裏面得撚到好處嚇，屌你老尾搞撚掂食碗面嘅人，咁當然嚇攞撚咗資源，攞撚咗著數，而家唔幫社會發聲，正得冚家產。但係今次 Sam 虛嘅所作所為，佢完全係無私咁樣幫一啲嘅 Tom Lee 嘅舊同事去籌款。正正是我哋覺得係值得嘉許同埋尊崇嘅一個嘅行為。個原因係點解呢？一啲嘅社會裏面嘅人冇錢失業要接濟，政府唔夠做嘢，而一個嘅私人嘅一個嘅 celebrity， 利用佢自己嘅影響力，利用佢嘅能力，係幫依啲嘅失業嘅人士揾一啲嘅救濟，做撚咗社會應該要做嘅 welfare 嘅 contribution， 咁係咪值得要對佢陰敬陰敬呢？拎佢出嚟抽水嘅林病月娥，係咪應該要屌你老母踢鳩嗰條冚家產？冚家產，要令撚到屌你老母人哋做撚咗你啲嘢，仲出嚟抽水嚇，攞一啲嘅令到人哋有死亡之吻，得到一啲嘅負面嘅批評，係咪正一撲街咧？依、這、一個大家要認真諗一諗嚇，唔好人雲亦雲，一張照片就屌佢老母嚇，一張照片就否定曬佢對香港個本土嘅依一個嘅貢獻。否定曬佢嚇對香港嚇屌你老尾嚇佢所作嘅一啲嘅 contribution， 大家可能會話嚇屌你老尾嚇佢依個反映唔撚到嘅事現實，冇撚幫依啲嘅係香港嘅社會運動作出過任何嘅發聲。但係世界上面係咪任何嘅嘢而家都應該要表態，要願榮光歸香港？大家曾經嚇幫襯個美心西餅就要問掉嚇，大家屌你老尾唔撚係黃色經濟圈裏邊俾過一分力就屌要全家死絕咧嚇，唔撚出聲係咪完全企喺你對立面咧？依種鬥黃鬥金鬥做黃金戰士嘅心態，我諗大家真係要嚇引以為戒。講兩個例子俾大家聽，如果大家有熟讀依一個嘅法國大革命，當依一個嘅法國皇室上撚咗依一個嘅斷頭台之後，所有依啲嘅革命義士，你鬥我，我鬥你，大家要屌你到尾嚇，清除異己，大家都要鬥屌你到尾民主鬥自由，殺撚咗好撚多人。喺共產黨嘅另外一個嘅 example 裏邊，永遠有一啲嘅叫做清黨行動。永遠要找回一些要緊隨革命路線，緊隨這個的共產黨主義的黨員，不能啱 key 就踢鳩他走。那這些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 Otherwise 我們是重蹈人類的覆轍，永遠都是犯著同一個的錯誤，不在歷史之中學習得到這個的教訓。